各位兄弟姊妹早晨，今日是常年期第十六周星期三，弥撒经文在敬礼小册子的第十三页，敬礼大圣约瑟，读经在经书的第131页。请看那忠实精明的管家，主人委派他管理自己的家务。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平安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各位兄弟姊妹，现在们大家认罪虔诚的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认我在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们。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上主，你以无比的智慧拣选了圣约瑟做你圣子母亲的正配，求你使我们在世敬奉他为主保，也使他在天上常为我们代祷。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攻读出谷记。以色列子民全会众从厄林起程，来到厄林和西乃之间的恩旷野，是在离埃及及第埃及后第二及第第二月及第二月第十五日。以色列子民全会众在旷野里都抱怨梅瑟和阿郎。以色列子民向他们说：巴不得我们在埃及国坐在肉窝旁，有食物吃饱的时候，死在上主的手中。你们领我们到这旷野里来，是想叫这全会众饿死啊？上主向梅瑟说：看，我要从天上给你们降下食物，百姓要每天出去收集当日所需要的，为试探他们是否遵行我的法律。但到第六天，他们准备带回来的食物要比平日，要比每日多一倍。梅瑟向阿郎说：你向以色列子民全会众说，你们应走到上主前，因为他听见了你们的怨言。阿郎正向以色列子民全会众说话的时候，他们转面朝向旷野，看见上主的荣耀显现在云彩中。那时上主向梅瑟说：我听见了以色列子民的怨言。你给他们说，黄昏的时候你们要有肉吃，早晨要有食物吃饱，这样你们就知道我是上主你们的天主。
到了晚上，有鵪鶉飛來，遮蓋了螢幕。到了早晨，螢幕四周落了一層露水，露水昇化之後，在曠野的地面上留下稀薄的碎屑，稀薄得好像地上的霜。以色列子民一見，就彼此問說：這是什麼？原來他們不知道這是什麼。梅瑟告訴他們說：這是上主賜給你們吃的食物。上主的話。上主賞賜他的子民天上的食糧。他們在自己心內試探天主，要求滿足自己食慾的貪慾的食物，並且出言反抗天主，說：天主豈能設宴於沙漠？上主賞賜他的子民天上的食糧，上主卻仍命令雲彩降下，開啟了天上的門閘，給他們降下瑪納，使他們有飯吃。此外，給他們賞賜了天上的食糧。上主賞賜他的子民天上的食糧。天使的食糧，世人可以享受。他又賜下食物，使他們飽足。他由高天激起了東風，以他的能力引出南風。他給他們降下鮮肉，多似微土塵土；給他們降下飛禽，多似海岸沙數。降落在他們軍營的中央，在他們帳幕的左右四方。主賞賜他的子民天上的食糧。阿利路亞。天主的話是種子，基督是撒種者，凡尋求他的必存留直到永遠。阿利路亞。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马窦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在那一天，耶稣从家里出来，坐在海边上，有许多群众集合到他面前，他只得上船坐下，群众都站在岸上。他就用比喻给他们讲论了许多事，说：看，有个撒种的出去撒种，他撒种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飞鸟来把他们吃了；有的落在石头地里，那里没有多少土壤，因为所有的土壤不深，即刻发了芽，但太阳一出来就被晒焦，又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的落在荆棘中，荆棘长起来便把它们窒息了。有的落在好地里，就结了果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的听吧。上主的话。基督，我们赞美你。再一次聽到這個撒種者的比喻，我們的信仰裡面經常都要依賴著上主的話，所以為什麼我們每天都要去閱讀聖經、聆聽聖經、聽道理、自己默想，在裡面
我们才能够每一天的生活依赖住圣言，天主的话。天主的话会藉住很多的方法去来达到去我们的耳、眼、口、鼻、心。所以这个撒种的是指天主的话。耶稣的比喻里面讲出了四种的土壤，四种的情况。这些天主的话落到去，这些的土壤的是代表着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当然不是指肉身里面的心，心通常在我们的圣经里面的描述的心是整个的我。这个整个的我包括了我们的灵魂，包括了我们的肉身，包括了我们种种的智慧。我们怎样去来迎接着上主的话？这些的心有四样，耶稣讲出了一个是如硬的心，即是说上主的话就算怎样在我们旁边响，我们的心硬不会信。这些的是心硬。法利赛人、经师那些是一个的就是这种心硬的人。当他们看到多少耶稣的奇迹，听到多少耶稣的讲道，他们不接受。第二种的是肤浅的心。肤浅的心即是啊，好听啊，天主的话听了，但是没有依赖到他，只是那刹那感觉得到好，没有入到心，是肤浅。另外一种是拥挤的心。拥挤的心即是他的心里面很多很多东西，有种种的物质啊，种种的欲望啊，拥挤住，根本没有位给上主的话再入我们的心。这些就是我们普通的现在在一个的都市里面，在一个繁华的都市里面，我们成日都有着一个拥挤的心，没有空间来给上主的话。我们或者会喜欢的，但是我们没有机会，因为我们挂着的是什么？只是挂着喝啊、食啊、玩啊，或者种种的工作啊，但是根本是没有这样的余的地方来给上主的话。所以这种拥挤的心不会有令到我们有时间在圣堂里面坐下去祈祷，他们都觉得浪费时间，去弥撒浪费时间，去祈祷、去做善工、去探访一下敌人浪费时间，不如浪费自己的时间去赚钱，去自己去玩，自己去做自己喜欢的事。这些是拥挤的心。到最后的是良善的心。良善的心的就是给到时间出来摆在第一位的，给回上主的话，而且尽量去实践出来，无论是工作，无论是休息，无论是什么情形，我们都是以着上主的话去来奋斗。这四种的心，现在我们问一下，究竟我们是属于什么的心去来接纳着上主的话？其实我们不会是一生出来就是那种的心，而且我们的心是成日在这里变着。这种的心今日而一刻我们会是在食，现在在弥撒里面，我们会是一个良善的心，很接纳。但是或者一出到去，或者回到家，一去到公司，我们变成可以变成为
愚硬的心，亦都可以变成很肤浅，亦都是拥挤。所以我们的心成日在这变紧，这个才是很害怕。而且不要忘记，就算我们暂时是良善的心，结出了果实100倍、60倍、30倍，但是就算我们一刹那有良善的心呢，结出这些有倍数的成果呢，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即刻会降低到肤浅拥挤，就是只是挂住这些60倍、30倍，但是比较而妒忌而埋怨，天主为什么昨天我弥撒里面这么有得益，哇，成60倍那么多，但是今天我的弥撒很枯，很枯干，没有任何的得益，很多在这里埋怨，很多在这里比较，很多时候变成为一本本来是良善的心，怎知跌入了去愚硬的心，拥挤的心。所以希望我们现在在弥撒里面，我们恳求着，最重要的其实不是我们，只是我们，而是最重要的我们的心怎样的话，就是有着放开怀抱。你想想今天的第一篇的读经，天主带着的选民离开了奴隶的埃及，去到去紧福地。想想下，昨日的是奴隶，今日的是自由，明日的会是去到最好的福地。但是今日他们在做什么？在来埋怨，埋怨着孭着的是昨日那些这么好的事，而对明日的亦都没有希望，只是今日在来埋怨，埋怨我们今日饿死。这些又是这些我们的心，昨日的可以是良善的心，今日已经是拥挤的心，今日已经是愚硬的心。所以我们要恳求着上主的话的，希望我们时时都保持着良善的心。不容易，但是天主会帮助我们，只要我们有的，我们用了我们人力范围里面做得到的，聆听、接纳、默想上主的话，聆听着上主的话，依赖着祂的话，我们才能够有机会能够令到我们的心是良善，不单只是一刻，而是很多刻，都是每一日都能够 keep 住我们的心为良善的。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献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愿天主永受赞美。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饮品，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献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品。愿天主永受赞美。
各位兄弟姊妹，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圣父，你愿意圣约失在世时代行父职，照顾你的唯一圣子，我们献上这赞颂之祭时，求你赏赐我们因他的代祷更为虔诚，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在这圣约室的敬礼日，我们以适当的赞前声扬你，歌颂你。他是义人，你选他为天主之母和贞玛利亚的正配。他是名字的宗仆，你立他为圣家之长，代行父职，守护因圣神而降人的独生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尊威的天主天使以及天上神圣，藉着基督赞美你，钦崇你，敬畏你，欢跃庆贺你，求你恩准我们也和他们谦恭地同声赞颂。圣圣圣，上主万有的天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奥迹，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地来临。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
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皆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和我你卑微的仆人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也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享见你圣容的光辉。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贞荣福玛利亚、他的正会圣约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共享永生，并使我们藉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因此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互祝平安。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做得好，你这善良忠实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的福乐吧。
请大家祈祷。上主，圣若瑟在完成你救世大业的奥迹上一生忠贞服从，我们领受了赋予生命的圣事，求你赏赐我们因他的榜样和代祷尚能到正义和圣善的生活。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阿们。弥撒礼成。感谢天主。天主，圣人罗格垂翼主保重。天主，你曾垂允圣罗格恳切之祈求，因赐他作瘟病之主保，使凡因圣人之名求他保佑者，驱得免疫症之害。我们恳求你，因赐我们因纪念圣罗格圣人和他的功劳，赖他的转求，除免我们神形诸役。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大圣罗格。